姊母啊，拢有咧甲阮讲啦。我即马回来时阵吼，咱中个拢有做即个救济，有咧办即个救济。阮啊，像讲伫个七月，那在孙亚叔这咱有即个铺道，啊，咱拢会甲伊讲，留咧中个落办救济。哦，啊，有时阵会结合着即个一挂社团，啊，就传一挂物资，吼，嘛捌。像妹妹伊有迄个狮子会呀，拢会结合转来，哦，啊，就落办那即个，七月十八吼，迄个牧牛圣诞节，啊，咱有铺到七月拢铺到嘛，啊，拢都结合起来，啊，我拢按乡的，哦，我拢会去公所找阮的社政科科长吼，啊，叫伊看乡的规个清闲的嘛，迄个用低收入户，啊，就叫伊甲我寄批。啊，寄寄，咱拢会经一日，经一日吼，像那过冬工，咱就办即个发放物资、办救济就对啦，吼、嗯，全乡的贫富救济，啊，就哇，这是一个好代志。嘿啦，就是这种救济的方法吼，就是咱会阁先办义诊，阮拢会叫因一早时来，啊，就拢办义诊。啊，甲因头毛加加的，啊，咱就搁会煮一挂中餐吼，煮煮的，互因食饱，啊，再互因领一挂物资转去安尼，啊，就办这个。菩萨做遐侪好代志，即摆个一直，即摆看九十六岁身体真好啊，吼，这下个活几个十冬了哦，等下继续去安排。